睡前洗漱，有小小美女陪着我，嘿嘿。起床喽，外面下雨了。啊，现在是早晨10点。小小在我脚下睡觉呢。昨天洗的袜子本来想晒着，今天就干了，结果没太阳，下雨了。啊，有点饿了。起床吃饭。昨天天窗忘关了，还好刚一下雨我就起床了。起床了，雨也停了。咱们今天准备出发离开邢台。在这边已经待了2天了。这是什么植物啊？长得像葡萄一样，很小。这是陆用地附近的公园。带小小出来转转，上个厕所，然后我们就出发。哇，这花好漂亮啊。这是什么花，有认识的吗？我猜这个是梨花吧，是不是？这脚底下有泥呀，啊，踩水。这公园里边还有一个公厕，便民服务站，免费 WiFi， 免费热水，还挺好的。锁门呢？是因为疫情吗？一直没有开门。刚遛完小小，我们现在回家。房车先停一下，咱们出来吃个饭。小小放假了，我忘了把这个遛狗的也拿出来了。看这边简单吃点，我想吃凉皮。这边有个凉皮店。冰红茶、青梅绿茶。买了一个青梅绿茶，咱们现在吃凉皮。看一下我这中没中奖。谢谢品尝。没中奖，早知道不中奖我就不买它了。我感觉这边的物价不高，挺好的。这一份肉夹馍花了6块钱，是纯瘦的。这个凉皮是5块钱一大碗，足够一个人吃了。一顿饭花了11块钱。刚吃完往家走。咱们车就停在这个拐角了，一拐就到了。这是给小小打包了一个肉夹馍，我买的是纯瘦的，给他是吃肥瘦相间的，他能吃肥肉。小小你是嘿嘿嘿，啊，看给你买什么了，肉夹馍是不是？啊，等一会儿啊，看着高兴的，看着高兴的，他可能闻到味道了，不能吃独食是不是？咱们俩要吃一起吃，等一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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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还热的呢，这肉夹馍，这家伙馋了，满满一盆啊！这肉夹馍太多了，我先喂他一半吧，留一半晚上喂他，不然这个小小晕车，吃完了以后开车他肯定会吐的。我再给他拿点水。水，再给他个钙片。刚才洗手才发现车里的食用水没有了，今天得加水了。然后我这个洗手液也没有了，怎么打开？费了9牛2虎之力，灌了半瓶。看一下，没水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七的房车生活。咱们现在刚离开河北邢台，下一站到河北的唐山市。今天本来走的是国道，但是看到这边堵了好几公里，全都是大货车，咱们只能临时改路走高速吧。今天开了一下午的车，天快黑了，先找个地方吃个饭吧。10块钱呢，是一份菜，白汤米饭，随便吃。哦。这些菜都可以加是吧？加鸡腿的话是15，啊，加锅肉是20，加这个是15。哦，那是什么？那是鸡块是吧？鸡块的。这是什么？来这个吧。地三鲜。啊，地三鲜多来点这个啊，然后再来点这个，
素的啊，再少来点这个就可以了，很热的啊。这边有个小桶，自己拿啊，好好好，自己打一份米饭。哇，这边路边就全是车呀，看这大车全都是灰。啊，咱们现在进屋里吃，打了一碗米饭。哇，这是个移动餐车。这个国道边一过大车，感觉这个餐车都在跟着晃啊，在这路边吃饭感觉有点危险的，但是这路边全都是这种移动的餐车，一排大家都在这里吃。老板，这些炒菜都是在车里做的吗？哇，这么厉害。10块钱的这个盒饭还真别说，这味道还可以。咱们是从不浪费，吃得干干净净。这餐车还有方向盘，不知道是用电的还是用油的，应该可以开走吧。这路边停的这些大车一排全都是在这个路边的这种快餐车吃饭的。今天我一个人露营在山顶的停车场，这是我的房车，现在外边下起了大雾，能见度只有20米，因为是在山顶所以非常冷，卧室温度只有14度，现在我要把暖气的温度调高，不然车里太冷了，调到3档。这感觉太刺激了，现在整个山顶只有我一辆车在这里露营，四周下起了大雾，什么都看不清。今天我又出来吃自助餐了，朋友们，旅行2年多已经吃了无数回的自助餐，由第一次的不好意思来吃自助餐，到现在已经可以非常的自然非常淡定的一个人吃自助。为什么说一个人不好意思吃自助呢？因为自助餐很少有一个人来吃，都是一桌人。但是说真的，我还是挺喜欢这种一个人旅行的感觉，我不喜欢那种成群结队的去旅行，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没有一个人这么自由吧，一个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去哪玩就去哪玩，特别自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七的房车生活，咱们刚吃完晚饭，现在上高速到服务区了，咱们今天就在这边过夜吧，天也黑了，不开车了。这水龙头是歪的，这个造型啊很别致啊，有水，咱们接点。咱们现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停车，今天就在这个青县服务区过夜。今天中午的肉夹馍喂小小吃了一个，肉夹馍这家伙吃2顿。今天为什么上高速？因为我这个车没水了，然后开到天黑呢，路况也不好，我就想算了，上高速吧，花个几十块钱在高速待一宿是吧。我的车就停在这个小角落了，看这个角落，这边停的这些大车都是在这里过夜的。打开电脑忙点工作的事儿，一会儿玩游戏。这么快吃完了，小小看这家脖子一吃东西伸的，你是长颈鹿啊。刚忙完工作8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咱们现在换另一个电脑玩游戏。今天晚上挺冷啊，上床睡觉。今天没开暖气啊，小哎呀，二哥一脸懵逼的看着我，因为我把这个拖鞋放你的窝了是吧，不好意思啊，睡觉吧睡觉吧，把小小搞懵了。睡觉吧啊，我也睡了。今天在服务区过夜，明天起床就下高速。咱们不走高速，因为也不着急是吧，走高速还得花高速费，而且高速也没意思。朋友们早上好，现在是中午11点，我10点多一点起床的，躺了一会儿玩会手机，那外边阳光挺好。前边了，看看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哎，这边有个房车，他们在这做饭啊。先起床穿衣服，
起床了，朋友们，咱们保持优良的传统啊，依旧是不叠被。好，看这边房车车友走了没？没有，他们四个人呢，在吃饭呢。这边还有个手机，好像在那直播呢。咱们洗漱，洗漱完离开这里。咱们出发。开始导航，右转。右转。高高的青山上，萱草花开放。